喜乐家庭四邀请各路专家学者分享，包括科学家吴宣伦博士、哲学家梁彦成博士、辅导专家余德纯、跨国企业 CEO 朱元和，一向讲理性、讲道理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信耶稣，用他们的专长荣耀上帝，他们与另一半又有什么相处秘诀。记得不要错过全新节目《喜乐家庭四》，10月22日开始，每星期四晚上10:30。